最后我们还是要大爆炸，就算只有一把吉他，我们也要大爆炸。好的，来，一二。因为时间不是很够，所以，但是我们也是想，就是安口，就是就一首好不好？有点超时了。有人想要下班了，是不是后面？对，不是，是不是？我们待会还要签名。对啊，因为待会还要签名嘛，还是大家其实想要跳过签名的？不行哦，不行哦。那我们今天可是带很多周边商品来的，那大家呢，请呢，大家呢想办法养活我们好不好？对，好，麻烦你们了。那我想一下。等一下，我们开会一下。好吧，因为那个，就我刚没有看到那个有人在跟我打 pass， 就是其实不行。但是我们就是说到还是做到，所以我们唱一首我们最短的歌好不好？随便唱，而且我们要加速，很快哦。对，我们就最快哈。拜拜，OK。拼了。时间真的不够，我们要。终于说真的好买了吗？随便啦 ，OK 啊，越快越好，越快越好，反正他们也不是想要听嘛。